那棵树下有什么在闪光？闪光的奇迹。站住！这仙莲子我有急用，你不要打他的主意。啊，王子也被消费了。连这个也要登场，连这个也要消费。人命关天，姐姐还是让给我吧。不，你看王思月 也被魔改了。我一定要救他。跟着沙侠。这仙莲子我势在必得。王思月快笑死。各种消费，被改的有点不太行啊，画风整个变太 Q 了，还要打王思月，我靠，什么都要打。赛特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们现在就叫复活赛特，好吧？帮赛特重塑弱体。好猛哦！吸引斩，花影剑。所以我非去不可。改日，原来你，我们是为了同一个人。同一个人？你是说那位异邦英雄？你快走吧，不要耽误了时辰。这仙莲子摘下来后，存活不了多久。好好，我这就走。赛特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应老神仙之请来帮忙。你放心。对，这段时间点是赛特被那个撒旦打死之间的时间点。